这是我们这个仪器的密码，这面我们这个仪器有两个密码，一个是201866是有射频的，还有一个是201899是无射频的。我们进入可以打点开这选项，在这里看，这里没有 R 是无射频的。我们返回主界面，然后重置密码201866，这个201866是有射频的。我们进入，然后这选项隐藏点开，这里有 RF 能量大小，能量的强度我们在这里调，有三个档。这里是一个红外线，红外线我们也是在这里调，这里是一个负压强度。然后调好这个能量参数以后，我们设置一个温度，这个温度最高设置是56，如果你达到56的话，实际温度无上限，可以一直工作上去。但如果你这个实际设置温度，比如说调到40的时候，我们这个实际温度超过40的话，它会提示你实际温度超过设置温度，就要返回主界面重设这个温度。然后我们这个自由模式的话，调好这些参数以后，我们可以按这个手柄键或者是踩脚踏，就可以直接工作了。然后你工作了以后，这个自由模式它这里有一个时间累计，这里工作十分钟，这里就会累积一个一。然后如果我们要结束治疗的话，你点这里这个时间，它你点 OK 时间清零，如果点取消的话，时间继续累积，我们点 OK 它的时间就归零了。然后这一个是一个自由模式，我们还有一个引导模式。引导模式我们点进来以后，这里有一个脂肪团的治疗，脂肪团的对应的是一个大手柄，25×20的这个手柄，点进去以后选一个部位，它这里对应的是大手柄，对应大头，这里也显示下一步，然后按下去，这里有6个模式的循环，你点这里模式切换的话，可以它开始新的循环，点 OK 它就会下去，然后你直接按这个手柄或者踩脚踏可以直接工作。我们这个手柄这里也可以，手柄将这里也可以调节，左右这里是调节这个选项，然后上下的话是调节强度，按过来上下调节强度，调节好以后你就按 OK 就可以了。然后这个 PAR 是一个吸力的大小，这个 T 是一个，第一个是一个手柄的内部温度，外面这一个是一个实际温度，然后踩脚踏工作，这里是一个实时的温度。这个治疗一个部位是15分钟，治疗完15分钟以后，我们可以切换手柄，切换手柄直接拔开，然后插到小手柄上面，插卡位卡准，这个槽卡准就插上去就可以了。插好以后，这里会显示大手柄对应的大头，大手柄对应大头的这个大头对应的是4×5的，我们点它4×5选一个部位，然后点下一步。这里有三个模式切换，直接踩脚踏就可以工作了。然后我们还有一个小手柄，还有另外两个头，一个是中头，一个是小头。我们换这个中头，直接卡上去。中头对应的是，这里是中头对应 M。然后选一个4×3的中头对应的，然后选一个部位，再下一步，它也是一样，有三个模式的循环切换，然后踩脚踏就可以了。这个中头治完了以后，就一个小头，我们插上小头的，我们对应的是一个深度治疗，是3×3的，选一个部位，再选下一步。这小头有6个循环切换，然后踩脚踏就直接工作了。工作完这个小头以后，我们要结束治疗的话，就直接返回主界面就可以了。再点这里，然后返回主界面就可以了。